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他这个颠倒情况，或夜壶三道轮转不息，就好像这个二叉区一样。所以接下去一句说，自然如二叉区。没有标点的经文呢，使人往往把它念成种种颠倒，夜中自然如二叉区，发生这种错误。所以这里把它点个清楚，种种颠倒，种种业种，因此自然如二叉区。因为你有业种，升起种种颠倒，起祸造业受苦，三道轮转不息，就像二叉区。二叉是印度的一种水果的名字啊，二叉是印度话。翻成中国话叫做线冠珠，啊，做衣服的线，线冠珠，啊，好像线贯穿这个念珠一样，啊，这个名称叫做线冠珠，就是欧叉。据说这个欧叉这种果子啊，它很特别，它一个地，水果的一个地会分出三个小地，三个地头啊。就有三个水果，它这个水果就是一定长出来就是三个，一定是三个，几趴的撒量，几趴撒量，三个一罐，所以叫做线罐珠。它这个一个大的地长出来，又长出三个地，三个地，三个地，每一个地都有一个水果，一定三个，它不会单一，也不会两个，也不会四个，一定是三个。有这么奇怪的这种水果，所以众生的祸业苦这个情况啊，跟这个二叉的水果三个为一地啊，聚在一块，这个情况相同，所以叫做如二叉去，去即去的意思，去是中文啊，二叉是印度翻译啊，就是线冠珠一种水果的名字，因为它啊。即趴都是傻掉啊，那么正好比方这个祸烦恼业啊，烦恼造业，那么造业之后受苦，苦是果报啊，所以这个祸业苦，祸业苦，众生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，所以叫做自自然然，就像欧叉去，如就好像，所以这个自然两个字啊，是连住下面这一句的，说。因为你祸业苦造业不端吗，所以这个情况就像水果的二叉区一样啊，啊，也就是连贯不断，那么众生无量劫来轮回生死，就是像这个二叉的这个水果聚在一块一样，那么祸业苦啊，起祸造业，业因造成了受苦，正在受苦的时候又在造业，又起祸又造业。例如我们人生，现在这个身体就是过去生的起祸造业，造人的业成就的结果，现在成就这个人生。可是你现在得到这个人生之后啊，他这个烦恼没有断，继续又在起祸，烦恼又起来了，碰到境界又起贪嗔痴，又去造业。那么现在再起祸再造业，将来继续再受苦，来生的苦连住又来了，不会断。所以叫做自然如二叉区，经文需要讲，你看这类文字就可以知道了。不讲，大家都是会念成种种颠倒，业种自然如二叉区，道理表现不出来。我们一讲就知道种种颠倒，
种种业种，因此自然如恶察去，道理就表现出来了。接下去经文说，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称声闻缘觉即成外道，诸天母王及魔见属，皆有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。说明众生纵然知道想要离苦得乐，想要修行，想要超脱三界的苦恼，可是他走错了路。诸修行人就是一般想要出世间了生死的人，有心想要断烦恼了生死，知道这个世间是一大苦海，想要超出，可是他想要超出这个三界，又不能成就无上菩提，不能成佛，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就是说他走错了路，不能修行成佛，对菩萨道修行成佛的这个门路啊，他摸错了，那么错了，结果他跑到哪里呀？有的纵然难出世间，了脱三界内的烦恼，顶多成为声闻人，成为缘觉人，声闻修四谛法啊，自苦断机目灭修道，有初国、二国、三国到四国阿罗汉为最高的境界，直成定性声闻的阿罗汉，不能成佛。就是《法华经》所说的，他只跑到三百由旬，没有到保守的五百由旬，只在化城里面修习，不能就近。圆觉也是如此，这是二圣人呢，没有到就近成佛的境界，而只停留在这个化城里面，不能到保守，只走了三百由旬。这个还算好一点的，总算他在三界内的烦恼断了，见思惑断了，超出了，可是没有成佛，还有两百由旬没有走。那么更严重的，比较没有办法超出三界的，变成什么？修外道法，即成外道，即是病疾。病疾有些人呢，他连声闻缘觉的路也没有摸清楚，走错了，跑到哪里去啊？修外道，外道就是心外求道，向外痴求的。佛法要向内心求，他向外求，例如希望升天，认为升天得解脱，那完全是颠倒，天上不能解脱，只是想想天夫，想尽了还是堕落，成为外道。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第九卷第十，说五十印魔里面呢，就说到这些道理，那么由此不但是不能够超出，反而在三界里面做魔王，或者是升天做天人诸天，那么三界二十八天纵然升天不能解脱，有许多人呢不了解佛法，他修求升天，结果不能解脱。为什么？升天不是解脱法，只是想想天福而已，福报享尽还是堕落。更严重的，或者是成为魔王，欲界第六天，他那自在天有个魔王波旬，他喜欢众生住在世间，不要超出，做他的魔子魔孙，做魔王。做魔王不容易的，后边五十印魔就是有说到，并且魔王的眷属做不到魔王，就做魔王魔子魔孙，魔王的眷属就是魔的子孙。各位，我们应当要知道，我们还没有超出三界，我们大家通通都是魔子魔孙呢，都是魔王的子孙呐，不是我们承认他，他在承认我们。魔王他说，我的子孙好多啊，你来看看嘛，这个世间所有没有超出三界的，他不懂得佛法，不晓得修行的，或者修佛法而没有努力进修，或者是走不到正路的，这些通通都是魔子魔孙。魔王很高兴，他在睡大觉，他看他的子孙那么多，通通都在世间，他很享受这么多子孙，
大家都供养他，奉神他。所以做不到魔王，就做魔王的子孙，总之没有超出三界，都是母子母孙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佛提示最重要的一句话说：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，错乱修习。这些人通通都是不知道两种根本，什么叫做二本呢？就是下文所说的妄本跟真本，这两种根本他没有认清啊。那么结果他错乱修习，不知道自己有清净的佛心，错乱修习啊，错误乱混乱，错误混乱的修行习学所修的外道法，结果生死不能了啊，没有办法超出三界，永久在轮回啊。因此这种的错乱修行啊，不能成就的，没有办法超出的。所以拿个比方说，犹如煮筛啊，欲成加餐，总经成劫，终不能得啊。如果有人呢、拿沙土把沙子来煮做饭，想要煮成饭，煮筛要成饭，不可能。你想要把沙子煮成加餐很好的饭，加好要煮成很好的饭，不要说是短时间煮不好啊，就是煮过围城接受那么长的时间，沙也不会成饭了、终不能得，终究没有办法成就最好的饭。为什么？沙土不是饭本呢？就是说你任妄作真啊、想要解脱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好像煮沙要成饭不可能，修外道要成佛不可能，道理相同。云何二种？我来，一则无始生死根本，这你今则与诸众生用般缘心为自信者，这是两种根本的第一种。云何二种？正问此。说众生因为不了知两种根本啊，以妄当真，认贼为子，所以错乱修习，纵然想出也出不了啊。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正妄二本啊分不清楚，错乱修习，好像煮沙想要成啊很好的饭是不可能的啊。是哪两种啊？我来，第一种啊，一则第一种，无始生死根本，众生从来就是这样子轮回流转，没有停息过啊，所以说叫做无始生死根本，轮回生死从来不曾断，一直连贯下去。这个有一个根本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这泥金者与诸众生用般缘心为自信者，你是阿难，像你阿难现在跟你所有一切众生都是用般缘心，以般缘心为自信。般缘心就是这个妄想心，第六意识就是妄心。现在我们凡夫所能体会得到的所有的心理作用啊，只有这个妄想心，就是第六意识。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心啊，它是般缘外境啊，般就是对于外境啊念念啊贪着留恋不舍啊，远离它，能够升起远离的作用的这个心理作用，就是第六意识的妄想心啊。以妄想心为自信，把这个第六意识的般缘的妄想心看作自己的真实的真性，真实的本性，这是天大的错误，就是以妄作真呢、认贼为子啊，不是真心，
当作真心。这个主要就是说明阿难在前面七番显示他心的在处，佛都一一加以破之。原因在哪里？他就在搬缘嘛，对内搬缘，说内不是他，对外搬缘，说外不是他，前根搬缘乃至最后无着还有搬缘啊。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妄想心一直在追逐尘经不肯放下，而不知道这个心是妄的，那么就是被他连累啊，无量劫来就这样的轮回生死啊。现在我们自己可以回光返照，测验自己的心，凡是心中所动的念头离不开贪嗔痴，凡是一动的念头都是在贪嗔痴的范围之内，那就是妄心，那绝对不是真的，真心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下面第二种就是显示真实的本心，就是真心。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这泥金者是尽圆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宜者。第二种就是众生本有的清净的佛性，这也是无实，真如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一向本来如此啊。这个经常拿出来比方的，好像矿中金，金矿里面的金子啊，金矿里面的金子就是像这个第二种所说的无实的菩提涅槃啊，就是真心本性。而晶体周围的沙土杂物，那就是第一种的无实生死根本啊。从来一向真妄同体呀，啊，菩提曰智慧讲，曰智讲叫做菩提，所以菩提翻成中国话，心一家翻成觉，啊，觉就是觉悟，能觉悟的就是智慧才能觉悟，曰智讲叫做菩提，曰离讲叫做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，啊，摩诃般涅槃了。就是大涅槃大灭度，就是不生不灭，本来如此啊。越离是涅槃，越智是菩提，众生本来具足的，所以到了成佛了，这个叫做二转一号啊。后边经文就有说到，叫做二转一号啊，把这个凡心的迷惘转过来，成为究竟觉悟的越智，就是大菩提啊，越离就是大涅槃，就是把它转过来成为这个清净本有的菩提涅槃，这个叫做二转一号啊，就是本有的佛性，佛所成的，我们现在就是本具啊。圆清净体说明这个菩提涅槃的真如自性啊，众生本具原来本有的清净的本体，这个是清净的，实际上净也不可得，心经所说的不垢不净，可是为了要显示众生在染污的境界啊，方便说净，所以原来本有的清净本体就是本有的菩提涅槃啊，就是四智圆明呢 啊本来具足，大般涅槃不生不灭之理也是本来具足的。可是众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清净本性，这泥金者是尽圆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宜者。你还是指阿难，你现在啊所知道的只有这个八识啊，而八识的纯粹的精心本体呀，就是这个真如自性，就是所谓如来藏，在凡夫称为如来藏啊，就是原有的自信清净心啊。那么这个是最清净的，最专一，最清净的，所以叫做净啊。原来本有就具备各种的光明啊，智慧光明本来具足，所以叫是净圆明啊。你现在只能认识是的净的本体，
就是如来藏的自性啊，如来藏的本体就是原来就有光明的，它能升起你现在所能原力一切法的作用。原还是指这个原力啊，现在你的原力心并没有离开真心啊，它能升起原力诸法的作用，也是从真心显现。这个道理啊，在起心论里面呢，很有系统的说得很清楚啊。那么现在你对于这个真心自性你远不到，疑好像疑失，好像疑失啊，不失而失，实际上并没有失掉，可是你就好像失掉一样，因为你远不到啊，真心自性你远不到，自性清净心长得什么样子你远不到。所以阿难一直到第三卷，他还是对这个真心之理呀、啊、不能够透彻，要到七大周遍之后啊，他才能够彻底明白啊、这就是缘所疑者啊、前面七番破处之前一开头佛就说过了，一切众生皆有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慈想不真，故有轮转啊。太虚大师把它判为啊顿达的这个道理啊，一切众生就是因为不能体会到本有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就是现在这里第二种的真心离体啊，详细把它发挥出来啊。而众生现在只晓得用自己的妄想啊，是用诸妄想，尽是用这个妄想，所用的妄想就是这里第一种的无始生死根本，就是半圆心，用诸妄想，可是这个妄想不是真的，慈想不真是妄的，可是你以妄当真，所以故有轮转，因此自古你轮回流转没有止息，原因就在这里啊。一开头佛就说过这个话啊，这里再加以分成真妄分别的这个两段呢、啊，两种根本来加以细细说明啊。所以众生就是不能认识自己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啊，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就是这里的无实的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性净明体就是这里的圆清净体啊。那么众生就用妄想，以妄当真啊，用诸妄想慈想不真，这个妄想不是真的，而你以妄当真，所以有轮转轮回流转，就从这里来了。如果不学佛不研究大圣教典，不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因此之故佛在这里详细叙说一部楞严经所说的道理总不出这些，总不出这些。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就是本经的根本目标，希望众生能够认识这个本有的真心啊，要破除这个妄想，不要以妄当真啊。所以这里再加以详细的说明，你远离不到这个真心，现在你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。
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新逢药师佛圣诞，慈悲置业花莲分会旗舰药师法会，日期11月12日至11月19日，12到13日上午9点开始，14到16下午1点半开始，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，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18日早上9点开始传授八关斋戒，下午1点半开始佛学讲座，恭请湛江法师主讲。1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，礼拜药师宝忏大甘露施食，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。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慈悲置业花莲分会陈真法会布置机动义工、值班义工、半日班、环保组义工、香灯组义工、行政人员共同发心来陪福。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众生以此本名，因为一切众生遗失了这个本有的智慧光明，本名就是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完全不认得吗？不认得好像遗失了，不失而失，好像遗失，这遗好像失掉了，实际上并没有失掉，后文第四卷。佛对富罗诺说的这个烟若多达多啊，起狂的那种情况相同啊。那么头并没有失，而自己以为是失掉了啊。真性离体并没有失掉啊，当下就是，可是你认不得。傅大师说的啊，夜夜报佛名，朝朝烦共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一天到晚跟佛在一起，可是自己不认识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妄入诸趣，虽不禁之词了。虽然一天到晚呢，这个本有的佛性陪着我们在哪里动作，行，就是一天。